今年暑假害怕在家没事做吗？新北市政府举办一起 Summer 夏日艺术节，从6月到9月规划有乐舞节、儿艺节、动漫节以及民歌赏等系列活动，让民众过个充满艺术气息的暑假。艺人卢广仲为新北市夏日艺术节代言，并写下主题曲，还现学现卖的秀出自己的古艺。就是刚到现场时候练，差不多六分钟。除了即将登场的乐舞节，新北市夏日艺术节还规划了一系列活动，带给民众浓浓的艺术气息。这次就是这艺术节有它有很多不同的主题，像动漫啊，或民歌，还有儿艺跟这个刚的乐舞，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内容很丰富，所以可以提供大家就是夏天这个夏天可以。去的一个地方。记者会现场有来自非洲、马来西亚等国的团体演出，其中韩国打击乐团更与在场民众做互动。首先登场的乐舞节还将举办千人击鼓的活动，要以音乐的力量创下世界纪录。新唐人亚太电视陈辉模、庄一成，台湾新北市报道。